在台湾人的传统观念里头，吃猪脚这件事可不只是填饱肚子而已，具有了去晦气招好运作用的猪脚，同时也有着祝贺祈福的意思。富鼎旺猪脚采用象征喜气的红色，在屋檐下头挂起了多个灯笼，在餐厅的大门前架设大炉锅，浓烈的猪脚香啊，在大街小巷里头流窜着，引起了在地人的注意，也挑动了旅人的味蕾。大家齐聚在这狭长的空间里头，只为了品尝富鼎旺遵循古法制成的美味猪脚。